梦见被鬼追是什么意思？心理学认为，我们对鬼的恐惧通常是源于鬼的未知性。那么，梦见被鬼追有什么含义呢？商人梦见被鬼追，预示梦者的财运降低，需要你控制好支出。求职者梦见被鬼追，一般预示你的求职会有一个不错的开头，但到了后来可能会有不顺意的结局，这就需要你自己理性的应对。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梦见被鬼追，则预示梦者健康状况不是很好，建议你要注意调养身体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医院进行治疗。单身梦见被鬼追着跑，一般预示着恋情运势很好，只要自己能够好好的把握，就一定能够获得幸福。梦见被鬼追后被吓得快跑不动，暗示你现在生活压力很大，建议你可以通过心理咨询舒缓压力。